就是你民族祭祖，就是我找东西的话，他们要过来找我麻烦，还有要钱上厕所啊这些的。哦，这个是你老公？嗯，前面就是他的老公。女孩子看不清楚吗？这个是看不清楚。嗯，看不清楚，有没有清楚一点？清楚一点，有一个这个。这个。啊。嗯，对。这个是吧？嗯，对。这个是他的新老婆。那个按着吗？这个姑娘长得也不好看、啊。你看这个地下。刚才打滑、啊、上不去。这几天天天下雨。嗯。你这几天有跟我说那个事，你老公啥情况？嗯，他在外面找别人了，应该。找别人了？啊，他把我挎车都拉黑了。嗯，记得就是我想把他们两个找回来，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小敏。啊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就是你老公这一块，就是我们一直的话，他们一起整合了这个事情，就说一点，就是这个女儿也送给他了，还有15万送给他，没找回来的话，这个事情都不清楚了。哦，孩子的钱啊，就是什么给孩子买的怎么样？反正有一点钱给孩子吧。要给点钱给孩子，那是应该的。那意思就是说找到他了，想把这个关系给他撇干净一点，反正他现在外面不是，是吧？已经有对象了，是吧？嗯，是。这事情民族祭祖，就是我找东西的话，他们要过来找我麻烦，还有要钱上厕所啊这些的。根据当地习俗，谁先提出分手，就得分担当初彩礼的双倍。他自己找的话，就是我找不到他们两个的话，就是我不好说嘛。你现在多搜集一点证据，就是他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。照片的话，就是还是看不清楚，就是看不清楚不行。他们一起直播的。他们一起直播，你当时没有截屏吗？就是他们一起直播打游戏的，我只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就是我只看到他在直播。那他们俩有没有合照什么的？合照的话，以前的话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好像他们删了吧。删了。他夸什么？以前那个夸什么杀掉了，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的那个没有照片，没有照片。嗯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们我还听说还在他们在深圳厂那边吧。在深圳的厂里边。深圳厂那边被子厂。被子厂。嗯。在里面打工。嗯、是，他们一起在那里打工。那他俩已经同居了呗？哇，就是。我现在有一个地址，就是我朋友给我的。那深圳现在过去不了啊？是啊，那边的人也回不来，我们也过不去的。对。他这么多年回来，就是他也知道他有孩子了，就是他不管这个孩子的，他不要的。那个女生说，她说不可能吧？他跟我说他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。这时候我做他的女朋友了。哦，懂了，就是他也欺骗了那个女人。嗯，是啊。这个就是他的那个，哦，这个是你老公？嗯，前面就是他的老公。女孩子看不清楚吗？这个是看不清楚。嗯，看不清楚，有没有清楚一点的？清楚一点，有一个这个。这个。啊。嗯，对。这个是吧？嗯，对。这个是他的新老婆。那个按着吗？这个姑娘长得也不好看。肯定她比我姐好看了吧？我姐夫觉得比我姐好看，这样的时候娶她的吧。我要记住你的样子，像雨记住谁的拥抱。还有你会夸说，你哥他不知道。我在想啊，因为上一次不是送了你很多东西吗？是啊。后来那些东西不是都被别人拿了吗？对啊。嗯，我在想，你愿不愿意离开这里，给你们在县城长期给你们租房子，先在县城住下去。哥，我的话愿意。你的话愿意。就是，嗯，他们也对我不怎么好，就是。那我东西还有，就是我也特别想离开这里。
特别想离开这里是吧？嗯，我不想在这里住。不想在这里住了。是啊，但是我妈特别老了，我妈妈特别老了吧？你问一下阿姨。那嗯，问他那个那姨们，几个姨们真的是我们。哦，不愿了，不愿了。不愿意是吧？不愿意，不愿意没事，这个事情反正是慢慢来。哥哥只是今天提出这个想法，希望你以后能走出去。然后你老公这个事情呢，你也不要着急，咱们慢慢想办法，好吧？反正现在特殊情况，咱们就特殊对待，现在也出不去，不要担心啊，不要多想。反正这个事情是谁听了心里面的不舒服，我也不舒服。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下次再就过来看你。下雨天这个下山不太容易走。嗯。啊。来，这个钱拿着。不要。拿着，快点，拿着。谢谢。给孩子买点吃的。那个，赶紧回家吧。外面下雨了。谢啥？不用谢。回家吧。你们是小心一点。没事。去吧。嗯，拜拜。嗯。回去慢一点啊。嗯。今天听到小米说的这些事情啊，着实让人有点不舒服。他这个小老公啊，太不负责任了。基于各种考虑吧，我想把小敏接到山下去，给她租个房子，长期给她租，希望能让她摆脱现在的一些所谓的亲情。她的这个老公我也不想提了，反正后面慢慢商量，看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。现在因为天气原因还有各方面原因啊，不能过去也不能乱跑。好了，闲话就不多说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现在还要赶紧下山，不然的话一会儿雨下大的话可能这个路会太滑，安全第一啊。那么各位家人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